大家好，我是优美中医诊所的吕环毅医师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长期待在家里也能轻松管理体重的方法。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很多人都必须减少外出的时间，出去运动健身房的时间也变得少了，不免会担心说原先降下来的体重再度上升回去。在这个节骨眼上呢，最好去控制体重的方式呢，就是拥有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。我经常听到有些朋友说啊，我喝水都会胖，我应该是易胖的体质。也有看到有些朋友呢，即使他食量很大，他依然维持瘦得很匀称的身材。其中有个差异就是体质的差异。那其实我们在减重里面呢，最重大的一个原则是我们要控制我们的血糖和胰岛素。那如何控制血糖和胰岛素呢？我们的食物选择就相当的重要。选择原型的食物，原型的食物指的是说一些简单烹调的肉类啊，和简单烹调的蛋白质。这样的食物呢，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的身体代谢率维持高点。所谓的易瘦体质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。那假设我们吃到的一些食物是属于精制淀粉啊，或是一些奶类乳制品，一些零嘴的这些食物呢，这会让我们的代谢率降低。这样的一个体质状态呢，就是我们所谓的易胖体质。除了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以外呢，在家期间也可以简单冲泡一些中药的茶饮，帮助调整体质，控制体重。提供一款调脂茶，含有黄芪、枸杞、四五加的成分，这些成分有效能够提升我们的免疫力。在疫情期间呢，免疫力就是我们对抗病毒的法宝。除了提升免疫力以外呢，我们如果有好的精神状态，也可以维持良好的一个代谢率。另外还有一款减脂茶，减脂茶里面含有山楂、决明子、荷叶这些成分呢，可以帮助我们润肠通便，抑制体脂肪的囤积，帮助我们更有效的控制体重。透过建立健康的饮食习惯，可以让我们的减重计划不受到疫情而打乱。除了减重以外呢，我们也必须时时关照自己的心情，让我们保持心情的愉快，提升自己的免疫力，才能让我们平安的度过疫情，也让我们的生活走在一个健康正确的轨道上面。